家来做一些分享，也会基于我的一些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大陆的企业还有我们的公益机构现在是怎么样来做慈善和公益，怎么样做企业社会责任。那其实从一些案例当中呢，大家也能大概能了解到大陆的一些政治氛围、文化氛围，包括我们公众对于公众和媒体对于慈善公益的一些态度。那简单介绍一下，我在北大读社会公益管理硕士，我们的这个硕士中文名和英文名其实差很多，我们的中文名叫社会公益管理硕士，但其实我们的英文名是社会企业管理。然后那我在大陆也做了很多年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咨询，这个当中呢服务的企业就包含京东、京东金融、沃尔玛、宜家中国、广发、好利友、链家等等。那我和赵教授的结识呢，其实是在好利友的一个企业公益的活动下面，他是在大陆做了一个大学生公益的项目。那赵教授呢是我们的讲师，然后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主要合作方，所以在好利友的这个活动当中呢，跟赵教授有幸结识。那同时大家看到还有一个叫中国可持续发展案例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呢，我们是做了一个高校、企业和第三方咨询的一个联合的联动的平台。大家知道大陆我们一共开设有商学院的高校有238所，这238所商学院呢，不是所有的高校都开设有企业社会责任或者叫商业伦理这样的课程，但是呢我们教育部又有要求一定要开设这样的课程，所以呢会发现东西部还有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教育分布非常不均匀的地方，就能看得出来我们的教育资源分布也非常不均匀。所以我们的比如在北京的话，清华、北大、人大、北师都有很好的讲师，也有很好的非常一线的正在发生的企业的案例，但是可能到山东、河南这样的地区，那他们的课堂上面还在讲授的案例呢，都是企业家怎么在家里非常的孝顺，还在给父母洗脚，都是这样的案例。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重点平台，把各个商学院里面有致力于要开这样的课程，或者已经在开设这样课程的这些老师们呢，把他们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呢，我们就形成一个联动的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呢，企业家可以进到北大、清华的经管学院里面去跟学生沟通，或者跟 MBA 们企业管理人们跟他们一起来沟通互动。那同时呢，各个高校的老师也可以有一线的这个案例，所以我们是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联动的平台。那同时呢，我自己也创办了一个公益咨询的机构，叫新格公益。好，那刚刚吴山老师有介绍，我们这次的分享会分成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呢，第一次我们会主要以公益为切口，介绍一下大陆的慈善公益的发展特点和趋势。那除了发展的大致的情况和法律规制的情以外呢，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慈善公益的一些发展特点，尤其是由企业来主导的这种慈善公益的发展特点。第二次的课程我们会以 CSR 为切入， CSR 主要介绍大陆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那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大家来探讨了解一下互联网企业他们在做什么样的责任探索。那到第三次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些比较前沿性的公益的话题，比方说公益和各种金融手段的一些结合。那像现在大陆比较多的会在说绿色金融、绿色债券、责任投资。那我之前所在的机构呢，也是一个研究型的机构，我们也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做这个方面的研究，同时呢还有一些新的科技跟公益的结合，比方说区块链这样的技术在公益领域的一些应用。那我们会在第三次课的时候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那下面我们就会进入到到这里可以哈。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一次的这个课程分享。好，我先请大家看一下右边的这个图片。右边的这张图呢，是从2007年到2017年，从2007到2017年度，在大陆的公益机构
捐助总额，我给大家做了一张表，大家能看到，2007年的时候，我已经换算成了这个台币啊，2007年的时候是1375亿新台币，到2017年的时候已经增长到了6675亿新台币，这个再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是150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15亿大陆人差不多平均每个人捐100块这样子的程度。然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2008年这一年的时候有一个峰值，而且呢2008年的时候呢就被我们大陆地区呢我们把它叫公益元年，当然这是一个民间的说法，因为我们第一家基金会其实是在1981年就已经成立了，1981年我们成立了第一家基金会，叫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但是为什么不是1981年叫公益元年，而是叫2008年？不是因为那一年捐赠捐得多，而是那一年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件事，一个事件呢，就是汶川地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汶川地震是2008年5月份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地震。大家有去过四川吗？如果去四川，如果要去九寨沟或者是四姑娘山，那么汶川市映秀县就是一个必经之地，而那个映秀县就是这个汶川地震发生的最核心的灾区。这个映秀县一共有12万人口，而在灾害发生的时候，6万人直接就被埋掉了。然后因为后续的有一些余震呢，还有我们进驻的这个官兵、救护人员、医护人员等等，都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一次的地震的死亡人数一共超过了7万人，然后伤亡人数大概在37万人的样子。所以这一次地震之后呢，民众就掀起了非常大的一股浪潮，就是捐赠。而且这一次让政府看到了特别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民间公益的力量。在这一次这个大的地质灾害当中，我们的民间救援、灾后重建，甚至包括是灾后的一些一些生还人员，给他们如何做心理建设，都是我们民间公益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力量进驻到汶川地区，然后来一手把汶川的灾后的重建给做起来的。所以也是这个事情呢，让政府看到了说啊，民间公益这么有力量，然后公众对于公益有这么大的热情和关注度，所以从2008年之后呢，我们政府对于民间公益的管制就变得松了很多。所以从2008年之后呢，我们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用个比较俗的词，我们老说叫雨后春笋，就是成长得非常的快，然后也非常的多元化，从一些硬件设施到一些软性的设施，都是在蓬勃的发展。然后大家看到2010年的时候又有一个峰值，因为2010年的时候又发生了玉树地震。玉树地震的时候，没有像汶川地震的灾害发生的那么的严重，但是也依然造成了很大的伤亡。然后也是2010年的时候呢，大家再一次的看到了我们民间机构投身公益的力量，然后也看到了公众的力量。然后到2011年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两件比较好玩的事儿。2009年的时候，我们有了微博，比较类似你们用的 Twitter， 但是它是那就是中国版的，就大陆版的 Twitter。这个在微博上面呢，大家有一些大 V 开始自发性的来发布一些这个打拐信息，就是有一些儿童走失了，但是这种儿童走失的信息对于警察、对于派出所，对他们来讲，这个是隐蔽性非常强的这种案件。如果你想要把这个儿童给追回来，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这些儿童在被拐走的时候，很可能就已经遭受了残疾，或者是让他已经面目全非。就是你把这个孩子再放到这个母亲的面前，母亲可能都认不出来了。所以对于这个警察来讲，这是属于隐蔽性非常强的这种案件。但后来大家自发性的发现了，在微博上面利用这个几亿网民的力量，掀起了一股这个打拐的浪潮，不但找回了很多的孩子，还自发的形成了一些这种救助的平台。所以大家就发现了这个网民的力量、主动发声的力量、微博的力量、互联网的力量。
那在同一年呢，大家知道在微博上面，包括大家在 Twitter 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除了有人做公益，有人晒正能量之外，也有人炫富嘛，所以很正常的。那就在微博上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女生叫郭美美，她也是在炫富，玛莎拉蒂的车，还有各种各样名牌的包，但是跟她实际发布的她自己的职位和她的工作会发现不相符。而且呢，最诡异的是，她还有一个认证的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等等等等理事。这个时候，就很多网民就会觉得奇怪了，说为什么红十字会会找这样的一个傻白甜来做理事呢？那他能发挥什么样的能量？他在这样的一个公益机构，这么大的、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公益机构里面，而且那另外一波网民就来喊，如果他自己的工作是挣不到这么多钱的，那有没有可能他是把我们公众的这个善款中饱私囊了呢？那我们的善款去了哪里？于是大家把矛头突然就一下全部都指向红十字会，然后一波的网友来声讨，一波的网友质疑，一波的网友来爆料，那就有爆料的志愿者，还有爆料的这种内部工作人员，就发现2008年汶川地震大家捐的钱，在四川那个地方甚至都还有很多的捐款箱，钱还烂在捐款箱里面，根本就没有来得及拿出来。这一下让网民们彻底的暴怒了，大家觉得善心不可欺，你们怎么可以做这样没有效率的事情？所以那郭美美的这个事件直接导致在第二年中国红十字会没有拿到普通民众的一毛钱的捐赠，除了一些正常的企业和一些政府的拨款，他没有再拿到公众的一毛钱的捐赠。但其实比较有趣的是呢，事后大家在调查，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个郭美美跟这个红十字会真的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她在微博上面爆料的那个事情呢，也是红十字商会，然后这个商会呢，也是一个就我们叫野鸡社团，我不知道那个台湾这个地区要怎么叫啊。这个就是说，它不是在民政部，它不是有官方登记的，只是自己给自己贴了这么一个好听的标签。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莫须有的标签，就是这样的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在红十字会身上让民众看到了，我捐出的钱我是要再盯一下的，你到底怎么花了，你花的好不好，花的技巧行不行，你花出去的钱你有没有在做公事。所以这一次郭美美的事件呢，对于整个公益机构都有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啊。我们常常说的是郭美美以一己之力把我们中国公益的这个慈善组织透明度达到了很高的一个阶段，就是公众开始自发的参与到公益机构的监督透明化这样的事务当中来。所以接连不断的这样的事件呢，其实像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是帮助我们的中国公益的慈善事业就不停地在发展。大家看到从2012年开始，基本上是一个平稳增长的态势。那不管是公益机构的数量、捐赠额，包括大家使用的这种互联网化的工具，也都在不断的变化。好，那到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呢，就已经有6890家。社会组织有超过80万家，这里的社会组织包含社团、协会和一些社区服务机构等等，这个会比较像我们这边的这样财团法人和我们的社团法人，然后还有认证的慈善组织是超过了2700家。那我们粗略估计呢，公益从业者大概是在600万到800万左右。当中呢，这个基金会呢，我们的企业基金会的占比大概是超过15%，因为有1002家企业基金会。然后我这里贴出来了一个2017年的中国慈善榜，然后这个慈善榜因为篇幅有限，我只贴了前10。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嘛，许家印啊、马云啊、王健林等等。如果把这个榜单跟2017年的财富榜放在一起的话呢，这个重叠率肯定会超过50%以上的，因为企业家、企业现在就是我们社会公益的主要的推动力量和参与力量。那右边呢，这个是
放了我们的九九公益日，大家都知道双十一吗？双十一以前是光棍节，然后现在是我们的这个淘宝的消费节。然后那天我们也叫剁手节，就买买买，不能再买了，剁手，剁手绝对不会再买了，所以那天也叫剁手节。那跟剁手节类似的是，我们公益行业、公益领域呢，也有一个类似双十一呢，我们叫九九公益日。在这一天，这个九九公益日呢，是由腾讯的慈善基金会发起的。这一天呢，其实是三天，是为期三天的一个活动。在这三天，如果你在大陆地区，你会发现你的，如果你有微信好友啊，你会发现大家像疯了一样的都在各种群组，还有我们的朋友圈来转发一些这种公益项目，然后并且给这些公益项目捐赠。那为什么这几天会这么热情这么高涨？因为这几天呢，腾讯它出了一个规则，是你如果普通公众给一个公益项目捐一块钱，那我腾讯基金会就配捐一块；如果有企业给你这个公益项目捐一百万，我腾讯给你配捐一百万。所以第一年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他们原本是拿了3亿出来，计划三天给捐完，但没有发现2个小时就抢完了。是因为我们民众的智慧是很高的，你不是买一赠一吗？你不是捐一配一吗？那好，我先跟一个企业商量一下，你可不可以在这几天你给我捐一百万，捐完之后呢，三天之后我可以把这个退给你，那你的钱进账，腾讯的钱就会进账，我把你的钱再退给你，可是腾讯的这个钱还是实实在在的进到我的这个账户里。或者几家公益机构呢，大家就商量好，我捐给 A 捐给 B 捐给 C 再捐回给我，我们之间是没有实际上的这个钱财的捐赠，就是流出流入的，但是呢腾讯的钱就要进到我们各家的账户，就走的是我们 GDP 的路子嘛。然后就用到了这种智慧，腾讯就发现就这么玩不行，这个招不住，2个小时3亿就被抢光了。但是 主要的是3亿砸完了没有得到实际的效应，因为腾讯做这个事情其实是想要像双十一一样，能让大家把慈善、把捐赠能变成是一种这种消费的习惯，或者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且是能让很多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而不是这种单笔的大额的捐赠，而且是捐完又退的这种骗捐。所以呢，之后的每一年，这个腾讯的规则都会有改变，而且一年比一年难玩。包括比如像他现在就是鸡蛋就不会放一个篮子里嘛，那我三天都会分配好这个配额，而且三天不同的时段。我都会有一套算法，这个算法呢可能就是随机的这个配捐比例，从0到1，那100块钱可能配捐到的是1块钱，也有可能配捐的是100块钱，它会有一套随机的算法。而且呢这个算法会有一个导向，是越多人参与，然后越小额越频繁会越好。那我们看到2018年的时候，也就是今年了，今年的九九公益日刚刚过去，一共有5498个公益项目都参与到了这样一个大的盛事里面，一共筹集的善款是14.14亿人民币，大约是60亿新台币。那参与的人次，是超过了2800万，那就是说我们普通公众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或者是在微信朋友圈等等，我看到了一个公益项目，我点开，这个就算参与的一个人次。是不是点开，而是捐赠，就是算参与的人次。那爱心网友捐赠呢是8.1亿人民币，大约40亿新台币。40亿新台币大家知道是跟范冰冰被罚缴的金额是一样多的，对吧？那同时呢有2000家企业捐出了1.85亿，然后腾讯慈善基金会呢今年照例是配捐3亿，而且同时他今年又多拿出来了1亿元做这个慈善组织的成长基金。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公众也好，企业也好，现在都是把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把它排到我们自己的日程上，至少我们在算节气，我们在算年历的时候会看今年有哪几件重大的事情，那公益这个事情也已经被大家排到了这个日历上面。刚刚大家提到过我们的第一个基金会是81年的时候成立的，那我们的第一部慈善法呢是到2016年才出台，那这中间呢我们的三种公益机构的形态，基金会、社团还有民办非企业单位，都是用不同的这种
管理条例、法规，包括其他的一些执行性层面和一些监管层面，比如会计制度啊，还有政府的采购办法，是跟它的这个实务性相关联的法律法规，等于是查漏补缺性质的对它进行监管。比如大家发现这个财税可能有点问题，那我们就出台一道跟财税相关的。大家发现跟这个媒体跟传播，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呢，就会出台一个跟媒体传播相关的一套配套的法律规定，是没有一个基本法的框架的。所以我们虽然从2006年就开始启动了这个慈善法的起草和讨论，但是十年怀胎啊，一直到2016年，我们第一部这个慈善法才经过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但是这部法律呢，它也并不完善，因为。不知道有没有熟悉大陆法律体系和同时也熟悉台湾法律体系的。大陆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台湾的法律体系那么的，就是尤其是在民法和商法这个部分啊，没有那么的完备。我们不像有这个财团法人、社团法人这样的法人身份，相当于说我们没有公司法，就有了公司经营法，所以其实是在这个身份认定上面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所以即便我们出台了这个慈善法，当中还是有一些比较核心的，那比如说到底什么是慈善组织啊，什么是慈善活动啊，什么是这个慈善服务啊，然后你慈善机构可不可以投资啊，慈善信托这个到底是什么，怎么玩，还需要很多的就出台的一些执行的细则啊，还有包括一些司法解释，可能需要对这个事情把它补充完善修订起来，然后才能让它成为一个更加有序和可行的一个法律框架。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赘述太多。好，跟大家后面呢，我们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聊一聊这个慈善公益的一些特点。因为我跟那个罗轩老师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我跟赵教授的其他的一些同事有经常见面，大家见面呢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因为我是9月份刚来台北，然后最关心的就会是啊，你到台湾来习不习惯啊，吃的生活气候啊习不习惯，我说都还好，我说我最大的变化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每天喝奶茶我已经胖了6斤，第二个是我现在出门不得不默念一遍伸手要钱，就是什么伸手要钱，身份证、学生证、手机、钥匙、钱包，因为对于大陆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的就是我们所有的支付都是通过手机来完成，因为支付宝啊还有微信就是太普及了，你去一个饭馆吃饭，然后你打车叫外卖订机票买东西然后寄快递，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支付场景我们都是通过手机来完成，当然不像台湾这边我们用便利店怎么样的有线下的这种方便，但是我们是很真实的已经改变了这个消费习惯，我们的消费通路都是通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来实现的，包括我们的公益也一样。那刚刚大家看到的那40亿新台币，那个全部有2800万人次公众参与的那个捐赠，也都是通过微信端来完成的，所以我们是比较真实的，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消费习惯，然后我们已经这种互联网支付已经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已经彻底的颠覆了。所以呢，那我们的公益一样，公益，你作为一个公益机构也好，你最大的露出可能会在手机端，不是在 PC 端，那你的捐赠的通道也是主要在手机端而不是在 PC 端，所以对于公益机构来讲可能就要谋求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公益项目像一个互联网产品，像一个互联网的体验来进一步的发展。那这里我们提到了两个词，一个叫平台化，一个叫产品化。那这个平台化呢，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那就好比就我们会有双十一，也会有这个公益的双十一，那各家平台尤其是这种互联网线下的尤其的流量入口，那他们也是我们公益的主要的入口。当然大家可能也听到一些就是，那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面这个捐赠那会不会乱啊，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面发起一个这个慈善救助，
然后都可以来向公众来进行募捐呢？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化呢，也是在有序的管理当中。这个管理呢，分成了两步。第一步就是不是所有的机构都能做募捐。那首先你需要有一个这个实体的身份，你如果是作为一个个人，我们叫自然人，那你就不能做募捐。这个募捐的实体啊，它必须得是慈善组织，必须得是公益机构。但是说，那你个人可不可以，我发起一个求助，在微信上面，在 LINE 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让大家帮我来捐款？当然可以，可是这个的性质呢，会相当于是我看到一个人需要帮助，我对他实施帮助，那我们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我给你的这个钱是民事赠与，不是捐赠，我给你进行的是民事赠与，所以我们是受民法调整的，我们不在慈善法限定的这个范围之内。所有慈善法调整限定的范围都是有认定资格的公益机构，有认定资质的慈善组织，你才能面向公众来进行募捐。那第二，是不是所有的互联网上面都可以来做这种公益的募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怎么来区别你是不是骗子产品，你是不是非法集资？所以为了规避这个口径呢，我们现在其实只开放了20家互联网公益募捐的平台。这20家呢，我标绿的几个大家能看到，像腾讯、淘宝、京东、百度、美团、滴滴。美团是我们叫外卖的一个软件，滴滴是我们打车的软件，基本上都是我们线下生活的一些主要的入口。那我们开放了这20家平台，相当于说开放了一定的牌照，只有拿到了这些资质的互联网平台，你才可以放心的在上面进行捐赠。那相应的这些平台，他们会受到更严格的这个法律规制。这些平台上面上线的公益项目也都是经过严格审核的有资质的公益项目。所以在这个平台化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赖于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法律规制的一步一步的完善。好，那产品这里我列出来的这个例子是新浪微博的一个公益项目的界面，这个是我在截的 PC 界面呢，但实际上大家现在大部分的场景都还是在手机端。好，那对于公益机构来讲呢，既然我们的平台都已经在互联网，都在手机上面了，那么我们自己的这个公益项目，我们在包装的时候，我们在做推广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捐赠引入的时候，你其实都要不可避免的都要把自己往这个互联网产品来靠拢，来发展，要迎合大家的口味。所以我们在去年的九九公益日之前出了一个爆款，就是这个一元购画的小朋友画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是后来在媒体上面看到有关它的一些讨论和争议。那这个项目呢，其实并不是在九九公益日那个期间发生的，是在那之前，是在八月底的时候呢，就突然有一天晚上，大家发现互联网就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里面就爆了，你的朋友圈里面能看到大家都是晒出来了自己花1块钱购买的一个自闭症儿童画的画，而且呢，这个画因为你花1块钱购买了，它就成了你的，它就可以作为你的手机桌面。当然，我相信没有多少人真的把它当成你的那个手机桌面，而是那我会在我的那个朋友圈晒一下，相当于你们在那个 LINE 或者是在群组里面晒了一下。那这个小朋友画廊呢，是在5个小时之内。他做了一个 H5， 这个 H5 里面你通过滑动你可以看到12幅自闭症小朋友的画，然后如果你特别喜欢哪一幅你就会点，然后就会有一个1块钱捐赠的界面，让你通过微信支付，你就完成这个支付之后呢，会生成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呢就是你购买的那幅画，他帮你生成了一个屏保，然后同时呢下面还有你个人的信息，谁谁谁捐赠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信息，那大家呢就会把这个在我们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晒出来。那这个项目是在5个小时之内，这个 H5 有3000万人次点开，然后最后有580万人参与捐款，然后获得了1100万人民币的善款。大家看一下这个转化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你们看一下你点开率啊，这个点开率其实是不是说我一个人
我点开来我可以一下捐两幅三幅，而且你每捐一幅你只要点开一次，所以这个3000万呢，然后你要跟它的这个换算比的话，就差不多是我们大概是有580万人参与捐款，每一个人大概买了2到3幅这样子。那这个事情为什么它会成为爆款？我刚说了，这个项目它确实是为九九公益日来准备的，可是它并不是在九九公益日的时候爆发的，而是在8月底的时候就爆发了，因为它是一个小意外。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很大的团队来做这样的事情，除了这个公益机构之外呢，腾讯公益平台也会给每一个项目都会跟他们一起来讨论你的项目设计，会来帮或者帮他做一个这个媒体传播的一些建议。他们是有一个这个交互的团队的，所以这个 H5 在上线之前，大家都知道产品要内测嘛，所以我们原本是这个小范围的内测，小范围的内测呢没有发，就是没有兜住，结果就一个不小心，就是越传越多，越传越多，越传越多，就在8月底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已经成了互联网的爆款，而且这个1100万人民币的这个善款的金额，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当时预计要达到的目标，他们当时的筹款目标是500万，所以已经远远达到了，所以他们在第二天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兜不住了之后，就赶紧封锁了他们所有的这个可以支付的。可以收支付的这个账号，然后他们自己因为也很惊呆了，因为不光是说提前了，而且他们线下很多的准备就来不及做了，因为大这样有点看不清啊。这个是公交车上面放的，也是他们这个1元钱捐化的广告。他们其实在10个城市都谈下来了这种传播的资源，公交车、地铁站，甚至是一些电梯里面的那个指示牌都是能看到他们这个，而且他们在线下还组织了其他的活动。因为这个1元钱捐化的这个机构呢，他们原本是一个自闭症儿童算是一个促进的机构，而且主要其实是做的是家长，尤其是这种家长互助型的组织。所以呢，他们其实在各个城市线下也都做了这种儿童家长和普通人一起在线下跟自闭症儿童一起欢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可是他们来不及了，或者说他们做这个事情他们也不能再开放捐款，因为他们跟腾讯方啊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些主要合作方讨论了之后呢，发现既然我们的目标是设定到这里，那我们也不能再跟其他的项目再去抢这个配额啊或者是什么。而且这个事情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媒体就进一步的发酵。因为这个项目大家看叫那个小朋友画廊，对不对？但这幅画这个小龙是28岁，就很多人就开始抠一些细节，说你这个项目这些画真的都是自闭症小朋友们画的吗？那我捐出去的这个钱到底是给到这个画画的小朋友呢，还是给到你机构呢？我如果给到你机构了，你是不是就会给到这些小朋友们呢？所以媒体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声讨发酵，那1元钱捐化的这个项目就会出来跟大家声明沟通，然后也其实是进一步的让大家了解到一个公益机构其实是不会为某一个具体的人来捐款，他们为的是某一个特定的群体。我会为自闭症儿童群体，我也会为白血病儿童群体来募捐，但是我不会为某一个个体具体的人来募捐，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个公平性和肖像等等各种问题。所以不管是这个小朋友画廊的这个发起人机构腾讯公益平台，大家都是在事后呢就不停的复盘，说我们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到底是怎么就做到一夜之间就成为了爆款。然后大家发现其实它比如像这个低门槛1元钱，大家知道1元钱现在在北京什么都干不了，地铁票买不上，然后吃的不行，买瓶水也得1.5块，因为1块钱其实什么都干不了，但是你可以参与一次公益，你可以帮助一个小朋友，至少给你的感觉啊，你可以帮一个小朋友。而且呢它有很强的这个社交化，这个1元钱你生成了这个图片之后，你可以在你的社交网络来进行发布，那你的朋友们也会看到了，也会可以跟你一起来捐。而且呢如果我捐了一个贫困山区的孩子，我给他买了一个书包，我可能未必会在互
互联网上面来捐，为什么？因为可能太苦情了。但是我是买了这个孩子画的一幅油画，就大家会觉得这是我的公益表达，也是我的艺术态度，然后会觉得这个事情不苦情，可能参与起来还挺好玩，所以大家就愿意做，愿意参与。这也是为什么适合大家就一起来说，互联网产品化，大家要真正的把它往一个产品上面来打磨，这个就要考验它的产品体验啊，你的传播推广啊，包括后续的捐赠，我们叫那个捐赠后的服务。那你是不是要向你的捐赠者们告知你的钱进到我们这个账户，我们现在是在怎么花，已经花到哪一步，大概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所以互联网产品化呢，是现在大势所趋，也是对于一个你想要有竞争力的公益机构或公益项目来讲，你不得不做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个艺员构画小朋友画廊，他们这个机构叫 WABC， 叫无障碍艺图。他的发起人是中央美院的一个油画系的高材生，他以前是做那种国际策展的。大家知道大黄鸭吗？大黄鸭最早就是无障碍艺图的那个发起人大苗带到中国的。但那个时候呢，他没火，那个时候他已经成立了他们这个机构。那个时候大黄鸭火了，大苗没火，他们的这个慈善公益机构没火。然后没有想到，就是几年以后，又因为这个一个小小的意外，他们这个机构浮出了水面。其实如果不是公众声讨，如果不是大家开始质疑这个善款去向和你这个项目的一些实质的执行问题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注意到说会有这样的一个机构，这样的机构有一个怎样有情怀的发起人，然后他们的背后还有怎样的一群那个自闭症的孩子，然后有怎样的一群家长。因为大家知道能画画的自闭症孩子能有多少啊？1%不到。其他的自闭症的孩子都是大部分情况下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在声讨完这个之后，我们的媒体的下一轮的浪潮就变成大家真的开始关注自闭症群体，真的开始来关注这个自闭症人群以及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社会保障。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事情更大的意义。再多说一个啊，就是大家知道产品都是相互模仿、相互 copy 的，所以这个项目出来之后呢，大概隔半年我们又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项目，是另外一个机构做的，叫同一天生日。这个名字你就大概能想象得到，就是一个界面，然后你把你的这个生日号输入进去之后呢，就会跳出来一个跟你同一天生日的在偏远地区的这个孩子，然后那你一样的你可以给他捐1块钱。如果你完成了这个捐赠之后呢，那这个孩子，那当然是他们提前做好的了，就是这个孩子就会举起来一个，就是谢谢你，我们同一天生日，然后谢谢你怎么样，就类似这样吧，煽点情之类的。但是这个项目后来受到的争议要大得多得多得多，是因为大家发现这个有的人。有两个人同时晒出来的，发现我们俩不同的生日，但是我们俩对的孩子怎么是同一个？还有就是，还出现了一个，就有人为了测试，我输了2月31号，2月31号怎么会也有一个孩子也跳出来了？所以大家就觉得你们这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后面有骗局啊？是不是故意来骗钱啊？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声讨，对，是后来大家就说呢，其实是你要真的把它当成一个产品来打磨，这个产品体验的细节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即便它也成了爆款，它也一夜之间刷屏，也霸占了我们朋友圈好几个小时，可是这个事情最后并没有为这个机构赢得很好的声誉，反而是大家觉得做这样的项目要警惕。包括说他那个项目不是像这样一样是让孩子的作品，孩子另外一个艺术的生命体现在你的面前，而是就是让一个在偏远山区的可能穿得破破烂烂的，甚至脸上还有灰的那样的一个孩子，拿着一个说谢谢你的这样的一个牌子，这个真的好吗？这个已经是20年前我们做希望工程的套路，你只不过是把20年前做希望工程的那个套路又搬到了互联网上来，而且这个孩子的肖像权，他
他自己知不知道他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他知不知道他的这个照片会出现在几千万几亿中国民众的面子手机里面，甚至还会存在他的手机里面，这个孩子知道吗？然后也是一样的问题，这个捐赠的这个钱是不是可以到这个孩子，然后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帮他脱离他的这个现实生活的困境，都有很多很多的问号，也有很多很多的做的不够细致的地方。所以接连的几个复制的或者说是 copy 的产品出来之后呢，大家就真的把这个一个公益项目的互联网产品化就真正做了很细致的探讨。那你的产品的打磨细节的把握，然后对于如果你是把你的捐赠者当成消费者来看待的话，那他的这个心态，他下决心要捐赠的那一刻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那这些细节其实都要他好好的去打磨一下，你来了解一下。好，然后呢，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特点呢，是跟我们现在大的这个互联网背景环境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支付场景啊，我们的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是非常的，就是已经触及到我们生活的各个细节了。然后，那当然大家，我不知道就是在座的有没有在大陆有做生意往来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可能会了解，在大陆做生意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关注的点，就是要关注政策，要关注政府的导向。我们的话叫要看政府的口径，哪些是政府喜欢的，哪些是政府说要做的，哪些是政府说不能做的。所以这些都是在企业，因为它是你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甚至是你的监管方，就是你不得不考虑一个更大的这个环境，而且这个更大的环境它背后其实是隐含了很多的福利的。这个福利可能包括政府，大家都知道呢，我们最近说的最多的是扶贫，你们可能也听到过各种扶贫，精准扶贫，所以现在各种各样的企业都在做扶贫。然后做电商的，那像我列出来的这个是京东，那京东它就要做电商扶贫，大家可能能看不太清啊，像这样的地方写的是扶贫特产，然后什么什么地方的扶贫特产馆我也看不清，扶贫特产馆呢，就是大家如果打开京东，会发现它会有一些这个地方特色馆，在地方特色馆里面呢，它会上线各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台湾可能台湾特色馆会放着我们一些手工的牛轧糖啊、凤梨酥啊、太阳饼，但是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地方还能看到另外一个叫扶贫馆，那这个扶贫馆里面可能就会有台湾的某某地方，高雄或者阿里山哪里哪里一个贫困县里面他们的出产的一款产品，那阿里呢会京东会利用它的这个电商的优势，把它的产品搬到互联网的平台上面来，那通过这种产销帮助当地能够真正的这个脱贫致富。这个就是我们既然政府说要做扶贫，那各大企业从国企到民企大家都要来做，而且呢都在用自己的产业特色或者是自己的供应链优势在做。那像京东这种电商呢，这就是很明显了，就恨不得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些直播的，也有哈，也有一些直播。那因为直播呢，就会有一些可能不是一线城市，可能是一些比较偏远一些那个地方，他可能会直播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也会有很多人看，会有很多人给他们打赏，所以包括一些直播机构呢，也会说他们也是在用流量来扶贫，就五花八门，层出不穷。那一句话呢，就是，在大陆做生意或者是做企业呢，就是需要看到那个政府的号召，因为政府既然说要做扶贫，他不会只让大家去扶贫，他自己也会投入大量的这个扶贫金，而且会给你这种扶贫的项目会有很多这种审批上面的优惠等等。所以尤其是一些外企大民企，你需要比如像因为我服务的企业里面有很多的是在华的那个跨国企业，他们在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职能机构叫公共事业部，公共事业部里面就要很大程度上能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块，而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共事务这边呢，还有一部分的工作就是政府公关，
所以这个对于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在华丽的那个宜家中国，宜家大家知道它在那个全球的供应链已经很大了，然后它在中国总部是 base 在上海，我们是2016年的时候帮它的这个公益机构做了一次评估。为什么要给他们做评估呢？是因为他们找到我们说发现他们的公益项目现在推进起来特别特别的难，他们叫 iCare。其实跟他的那个跟 IKEA 这个英文名字很像，宜家爱家。他们觉得他们现在这个项目执行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尤其是跟地方政府跟社区来沟通的时候，原先他们想从社区拿一块地方来做他们的这个公益项目的点，没有那么难，但是现在特别特别的难。而且呢，他们这个执行包括跟他们合作方的沟通也是越来越不顺畅。这个项目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就是宜家爱家，它有 AB 两个项目。 A 项目呢，先说 B 项目好了。 B 项目是跟宜家内部的这个供应链更相关的。那因为他们上游下游供应链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人，然后有些很多工人呢都是，那当然是从其他地方到城市当中来打工的。那这些呢，这些工人呢，他们可能孩子都还很小，那他们的孩子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生活，所以呢宜家爱家呢就做了一个叫 iHome 的项目，就是把他们的员工宿舍改造了一下。原先可能是好几个人挤一间上铺下铺就非常艰苦，那当然便宜嘛。那后来呢，他们把它都做成了一个可能比较小，但是呢是一个独立的单间。在独立单间的情况下，你就有可能把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孩子接到身边来，让孩子能够跟父母在一起，然后呢让大家真的是在城市里面有家。那 A 项目呢是跟这个项目有相关有衍生，那他们发现我们除了可以做我们供应链上下游的，可以帮助我们自己跟宜家相关的这些员工们，那我们是不是在城市里面也可以再做一点这样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有大概2到3亿的就流动人口吧，或者叫农民工。其实我们更常用的方法是说叫农民工。然后大家知道，2亿人的概念就至少是1亿的家庭嘛，1亿的家庭呢就至少有1亿个孩子，更何况像农村啊或者偏远山区，他们的出生率其实是高的，那可能差不多得有个1亿5千万这样的孩子是不能跟在他们自己父母身边的。然后根据我们国家的那个统计的口径呢，就是说大概有6000万到800万的儿童是留守在山村和农村里面，这个部分我们叫农村留守儿童。那我看到我们台湾的那个公益机构也会有一部分是在做这样叫留守儿童。那如果再一减，这些孩子他们的父母到城市里面去打工了，有一部分留在农村，留在他们的爷爷奶奶身边，那剩下的呢？剩下的就会跟随到城市里面，就会跟随到他们的父母的身边，这一部分我们叫他流动儿童。就流动儿童的数量也大概是差不多在6000万的样子。那这些孩子他们在城市里面其实是享受不到说跟城里孩子一样的那种教育条件、医疗条件，甚至是他们可能都不像在农村我还有自己的小伙伴，就大家还能一起玩。但是你如果是在城市里面，你如果进驻到普通的学校里面，你可能很难融入，更何况很多的城市的学校是不接收这些孩子。所以呢就衍生出来在我们的城中村或者是我们的城乡结合部的地方呢，就有很多的公益机构就做出来了一些叫农民工子弟学校。那这些学校呢，就是他们的父母可能都是在城市里面打拼的，然后也支付不起这么好的学习的条件，那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老师义工来给这些孩子们上课，同时也是尽可能的为了保证让他们有很好的这种学习的质量。然后那宜家呢就想，那我们也想在这个事情上面再做一份力。他们的解决思路呢是说，那我们叫宜家嘛，我们就是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很好的这个家的氛围。那城市里面既然还有这么多的这个流动儿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社区里面建一个这种宜家生活馆？这个宜家生活馆呢，可以让这些孩子放学以后
我回来之后可以有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学习或者看看书，像一个 center 一样，然后你的父母如果有时间就在这里陪你，没有的话呢，然后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社区中心的老师，然后可以带着这些孩子们一起读书，然后甚至是他们有一些什么生活上面的呀困惑什么都可以帮他们解答。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 I Center 的 A 项目，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 A 项目这个进展就越来越不顺利，沟通越来越不顺畅，所以我们2016年的时候就开始帮他们做梳理。这个梳理呢，就去了解他们这个项目几年来是怎么来执行的，怎么跟政府沟通的，我们的政策现在是在怎么说，那一家跟你差不多的这个企业现在的这个企业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你们的各个利益相关方，你们投资方看重的是什么，消费者是怎么来看你们，消费者了不了解你们，还做了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就给他们做了一系列的这样的评估。最后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大家知道我们每年两会是在大概2-3月的时候，2-3月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大家都会看那个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因为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是包含我们所有跟民生相关的最重要的一个官方信息的发布。那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的就是政府在未来的一年或者是未来的3年内关心的内容是什么，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的精力和投入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梳理了6年的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总理已经连续6年没有再提过流动儿童这个词，可能更早的时候提过这个流动人口流动儿童，但是已经连续6年没有再提过。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转型发展中的痛，但是这个痛呢，他不希望大家都来戳，他也会做一些努力，也会在比如像是这个学校覆盖然后落户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让更多的这个在城市中打拼的这个弱势群体或者是农民工能让他们享受到这个城市发展的优越，在贡献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这个发展的福利，可是依然很难。而且呢，这样的信息大多数情况下是对政府不利的，因为大家都在说这个都很关心他们的这个福利啊，那是不是福利政策也应该覆盖到这样的人，覆盖到这样的人群。所以政府在已经连续6年没有在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提到这样的词，但是他现在用的是什么呢，用到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困境儿童。那这个城市困境儿童其实就不仅仅是流动儿童，也包含说你本身就是生活在城市里面的流浪儿童，或者是因病致贫或者是因病致残，这样在城市里面生存起来都很困难的儿童，所以我们叫城市困境儿童。也就是说当你的这个提法跟政府的这个口径不一致的时候，那其实你想要去获得政府的支持，你想要获得一些地方机构的支持就会变得很难。这也是为什么社区的机构他们当你拿着你项目的 proposal 来告诉我说我们宜家的这个项目是致力于解决这个流动儿童在城市里面上学和课余生活的问题的时候，那机构他就要打一个问号，就我们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或者说我们现在不提倡这么说了。那在这样的一次梳理之后呢，从宜家的这个管理层大家都恍然大悟啊，觉得说这个口径还是要跟。而且呢，我们当时给他的一个建议是说，不是说我们这个事情就不做了，一个是我们要换一种口径做，而且我们做了5年，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本身也要再迭代一下，包括我们的这个项目实施的环境其实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可以做一些这种城市的融合，因为这些孩子你不仅仅是要让他在城里面能上学，还要让他们能上好学，不仅要上好学，他还能真正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也能有身心的发展成长，还能跟其他的人交集，而且未来还能够融入城市，不至于说让他讨厌这个城市，同时他也回不到他的农村，那哪里他才能生存呢？所以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可以借助宜家的平台，借助宜家的资源，能够更多的让这些孩子在城市里面多一些这种融入。所以在 A 项目这个部分呢，他们就把它转型向这个城市融合这样的概念里面来做。然后他们这个项目实施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不仅觉得之前这个政府不像以前那么支持了，而且他们执行沟通起来也非常的困难。大家知道我刚刚提过，我们的外企在内地通常都会有一个政府事务部，或者叫可持续发展部，也有一些是企业社会责任部，总之是会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实施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职能。其实宜家呢，它比较奇怪的是，它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专门的人来负责这个事情。他们有一个可持续发展协调小组，这个可持续发展协调小组里面有十几个人，都是从不同的层级里面调过来，有的是门店负责的，有市场部的，有品牌部的，有供应链的，等等等等啊 ，HR 的，是哪儿的人都有，但是没有人真正的去 own 的这个机构。没有谁去 own 他们这个小组，那他们叫协调小组嘛，意思就是我们各个机构，我们各个职能部门，大家都要出力，大家都要来了解我们宜家在做的这个可持续发展，来了解我们做的公益项目。结果导致的就是没有人真正的对这个项目负责，没有人真正的对这个项目的执行结果来负责，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把所有的这个部门都调动起来。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他们一方面这些人都身兼宜家其他的这个职能，就工作已经很忙了，然后这个事情对他来讲又变成了一个，他不是我的 KPI， 我在完成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在我的 to do list 就在越来越往前，越来越往下，所以就不管是跟他的那个合作方的沟通也好，还是这个项目在他们内部的汇报也好，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以至于他们很多员工其实都不知道他们在做这样很好的项目。然后很多宜家的消费者，宜家的忠粉也不知道宜家在做这种很好的项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我们以一个外部咨询方的身份建议他们说，你们要搞一个这个专门的机构啊，得有专门的人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可能比较难，因为这是他们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困难摆给他们看，高管也看到了这个现实困境，但是你说你让他们内部再设立一个机构，这个短时间来讲会比较难，尤其是他们是宜家中国，那可能设立一个机构对他们来讲需要到他们全球那边再去做一套审批，整个流程也会非常的复杂，他们内部还要做一些风控啊、评估啊，还有什么样的人到底才适合这样的岗位，我是从我原来的岗位调人过来呢，还是我新招的人符不符合我宜家的这个文化，符不符合我宜家的这个使用人的理念，如果从其他部门的人调过来，我从哪个部门调，哪个部门都不可能把我自己的人放走的，尤其是能够放到这样的一个协调小组，那一定是在那个部门本身是有话语权或者是有很强的这个协调能力的人，这种人才企业是不会放的。所以我们就帮他找了另外的一个合作方，这个合作方呢叫常青藤。常青藤呢，他是做那个儿童发展研究和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有一个很牛的一个 know how， 就是它有一个三年退出机制。这个三年退出机制就是原先，对于宜家来讲，它实施一个社区项目是宜家出钱，然后有一个协调小组来沟通协调。那我们有一个这个外部实施的公益机构。可是这个，那对于宜家来讲，你永远都要面对的是，你总得有人跟这个外部实施的机构来对接吧。然后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因为没有人真正对这个事情负责，没有人真正对这个项目负责，所以在宜家内部老是踢皮球，踢来踢去的。然后宜家也总觉得永远这个事情都很难，永远都觉得这个事情很耗精力，因为那踢皮球嘛，大家要形成决议的时候，本来是很小的一个决策，要十几个人大家一起开会，然后每一次在企业里面能纠结十几个部门的人一起开一次会得有多难。所以呢，这个外部机构这个叫三年退出机制的一个好处是说，对于宜家来讲，我帮你建立一个退出机制，你在某一个城市你设立了一个点，那你有你这个合作方，同时呢，我这个机构可以帮你来做一个这个三年的退出，第一年我们先进驻，然后我们来甄选一些社区的人，或者本身就是这种流动儿童，或者本身就是宜家的员工，然后是或者是这种社区的妈妈，她很负责，很热心，也很有能力，那我们就把她做成这个种子来培养，其实是类似于我们企业的管培生嘛，管理培训生。
那我们把这样的人放到这第一年，我们就把这样的人识别出来，然后让他尝试着来做管理。第二年，我们把这个管理呢再本地化一些，那就是不仅是由你来负责，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让这个把跟社区的沟通，把跟企业的沟通，还有跟这个第三方执行机构的沟通都放到你这里来，让你真正的能够把这个事情就 own 住。然后到第三年的时候，你自己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管理层。那对于宜家来讲，我只要知道有人在负责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呢，他可以把它当成他自己的事情，因为他自己的孩子也在这个社区里，他自己也在这个社区里，所以宜家就可以在某一个点完成之后，可以花越来越少的精力，越来越少的精力来管。对他来讲，这个管理的时间成本，这个边际效益是越来越低的。那我把一个项目点可以放手了，就意味着我可以再开始着手做下一个。这个项目对于宜家来讲，它才能够真正变成可复制的，它的影响力也可以做得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在2016年帮他们做了这个咨询评估之后呢，就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来帮他们，一个是你的项目对外的宣传口径，你跟政府沟通的口径，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执行管理当中找到一个，如果不是你自己内部的人，那么就是要有一个外部的这个第三方帮你们实行这个事情的本地化管理。好，那第三个特点呢，刚刚也看到了，包括像宜家啊、京东啊、还有腾讯啊，他们其实他们在做的公益项目都是用到了他们自己自身的资源禀赋，比如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交平台，它本身就是一个电商平台，因为它本身就拥有很好的这个供应链的资源。这样的企业其实他们的 CSR 项目在我们看来就是已经从 1.0 过渡到了 2.0 的时代。 1.0 的时候呢，我们会说起社会责任就是捐资助学嘛，你也做我也做，然后不管我自己是干什么的，我都是捐资助学，我都是做那个扶贫，都要做教育。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你做得了，别人做不了，那比如京东的这种电商，那其他的机构除了淘宝啊，那其他的可能就做不了。这是你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那你要发挥你自己的自身的这个供应链的资源禀赋，这个就是过渡到了这个企业的2.0时代。那在2.0时代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的。当时呢，这个可口可乐跟壹基金一起合作，做了一个净水24小时的计划，这是一个赈灾的应急机制。就是说，什么叫24小时净水计划呢？就是说，一旦发生披露出来某个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那么可口可乐就会立刻启动这个24小时净水计划。它有这么多像毛细血管一样密的这个供应链、供应商、经销商，所有的这些经销商都会第一时间把他们的水在24小时之内运往灾害发生地，可以确保的是在灾害发生地24小时之内就一定有干净的水喝。大家知道干净的水对于发生灾害的地方来讲多么的重要。好，那所以这个是企业要用到他们自己自身的这个资源的禀赋来做事情。对于企业来讲，你做的也没有那么困难。你说这个事情你让别的不是这种这么大的快销的平台去做，他也做不了。那对于企业来讲，你做起来没有那么困难，别人做不了你可以做，而且你做的事情呢，你可以把它那个价值效用发挥到最大。我再给大家举一个这个例子，这个也是2016年的一个案例。大家知道链家网吗？就可能有点像你们的信宜房屋，应该是差不多的哈，就是做那个房屋租赁和二手交易的平台。链家现在已经有6000家门店，光在上海就有2000家门店。然后这个，因为链家的他那个 CSR 的负责人呢，我是从一四年就跟他认识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链家的大老板左辉是一个 IT 男，学计算机出身的，所以就是做事情挺轴的，然后呢就也还挺强硬的。
那对他来讲呢，他们也是很早就开始做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的事情，而他们企业社会责任的事情其实是上升到很高的一个层级。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是由他们的一位副总裁直接来立的，所以对他们来讲，相当就是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是他们很重要的一块工作了，相当于说。而且他们那个副总裁其实是也是负责什么采销啊，海外事业部等等，是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位副总裁，并不是一个闲差。那这个链家呢，当他们在早几年我在刚认识他的时候呢，他们的供应项目就完全是由这个大老板左晖的心意而定。左晖说，我们就要做教育，我们就要做扶贫，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去捐图书馆，然后捐图书。而这个其实很辛苦，因为你知道，你一个企业的人，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意味着说你要到很多不同的地方，你可能到云南某某山区，或者是贵州某某的山区，你要去实地勘测，去看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图书馆，而且你未来要把图书什么什么的再运到这样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他们每年都会大概100多万、200多万的事情投入在这个投入在这种捐献图书馆的这个事情上。然后从2014年、2015年、2016年2015年的时候，那个这个CSR的负责人做了妈妈，然后我就有1年多没有见他。然后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呢，他就已经他们有了一个新的项目，就可能跟他自己做妈妈有关了。他们要做一个项目，是跟儿童走失平台一起来合作，帮助防止这个儿童走失。大家想想，这个事其实是比起捐资助学要更适合链家来做的事情。你有6000家门店啊，你是深入在社区的，就好像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便利店，你走到哪儿都能看到一个便利店，所以我们的便利店里面其实承载了我们很多的社区服务。所以链家呢，他们除了让他们的这个门店承载很多社区服务，比如你送个可以来借个伞啊，喝个水啊，打印你的东西之外呢，也希望能更多的参与到什么社会公益的事情。所以他们跟这个跟儿童走失平台建立了一个合作，然后呢，他们也在微博上面就发了这样的一个声明，说那如果有儿童走失，然后就是让家长可以跟孩子们来教导一下，说如果你在外面我们走散了，你可以第一时间跑去链家，然后链家呢会帮你找到能让你回家。然后这个事情大家觉得挺好的事儿，然后也很适合链家来做。可是这个事情呢，公安部就立刻，有各个地方的公安部都在微博上面来说这个事情其实是有潜在的风险的，把孩子送到链家，孩子有可能遭受到二次伤害的风险，链家的那些经纪人们能确保他是一定安全的吗？而且如果有人来认领说孩子，链家的这些门店经纪人，那些中介们，他们有能力辨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这个孩子的家人，还是一个人口贩子呢？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有很大的风险，而且如果大家真的都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可能会这个孩子就反而是真的找不到了。所以这个之后呢，链家他们就紧急的调整，然后内部沟通，跟警方沟通，跟公安局公安部沟通。后来他们调整的一个调整的结果呢，就是孩子还可以送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孩子也可以如果第一时间找不到呢，找到我们这里来，但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孩子送到最近的派出所，送到最近的公安局，或者联络警察上门来，保证的是让警察用专业的方式帮你找到回家。所以这个就也能看到链家他也是从这个帮助走失儿童，我帮你直接跟家人联系，就很莽撞的这种操作方式，转变成了也更专业一点。那我只作为一个通道接口，因为你容易看到我，你容易找到我，那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来找我，但是我会帮你找到更专业的人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所以链家的这个事情之后，因为他是4月20多号发布的这个微博的信息，网上也是一片的声讨，大概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大家看到他后来这个声明是5月25号，差不多就有1个月的时间，就很多的这个声讨。
尤其是一些有孩子的这种家长啊，大家的反应会更加强烈，会觉得说不要拿这样的事情来做营销，不要拿这样的事情来做噱头，孩子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他们后来就紧急的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那现在呢，这个因为他们的现在已经不叫链家网了，其实大家如果在大陆租房子的话，就知道他们做了一个别的平台叫贝壳，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公寓，什么自如公寓等等，所以现在已经不叫这个链家网了。这其实是大家看到这个左晖，就我刚刚讲他们这个链家的这个负责人，大家也能看到他身上的变化啊。因为要知道很多的民企，一个民企做事情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老板的想法，老板觉得我们想做这个，老板觉得我们就该做这个，那么这个企业的资源精力就会投入在这个方向。那左晖从一开始觉得说我们不搞那些花里胡哨，我们就要做教育，我们就要扎扎实实的做教育。但是你的教育做的未必扎实啊，你的图书馆捐在那里了，你一年有这么多的图书捐在那儿了，有孩子看吗？孩子看到的效果如何？你的图书有没有在进？你的图书馆有没有继续的在维修？你的那些图书有没有在维修管理？然后孩子们能不能给他营造一个好的习惯？就是你把书捐到那儿不难，但是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很难。让孩子知道甄别什么样的书好读，什么样的书对他有帮助，或者主动阅读、被动阅读，这些对孩子来讲反而是更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也能看到我们企业家其实也是慢慢的有在进步啊。他们也是会慢慢的放手，把一些专业的事情交给更专业的人，交给更专业的机构来做。因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做 CSR 的人肯定是这个企业里面最懂 CSR、最懂公益的人。老板可以给方向，老板可以有自己的态度，但是最后他能够尊重我们这个部门、我们这个员工的想法，那这是企业的进步，这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发展趋势。就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其实他们在做企业社会责任、在做公益的时候，有更大的灵活性。这个更大的灵活性是在于说，你会比较有机会去影响到能够决策我们这个企业的资源分布的人，你会影响他，然后当你有机会影响他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真正的可以把这个事情推下去，能够拿到资源，能够落地。因为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它不像基金会是我企业已经明确的把钱捐到这个地方的，我在财务上面已经跟企业是隔离开来的了，我们是两张不同的报表哦。你企业每一年那个报表捐赠的这个部分是作为支出的那个部分出来的。对于我基金会来讲，我是有独立的这个财务审核，我每年有这么多钱，然后我去独立审核这么多钱我是怎么花出去的。但是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不同，你还是企业的职能，所以在企业职能的范围之内呢，除了对外做项目，然后做好跟公众的这个沟通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工作是要做好企业的内部沟通。企业内部沟通包括跟老板沟通，你要去争取老板对这个项目的认同，你要跟你同层，要跟其他的这个不同的职能的同事们沟通，要从他们那里来争取支持。可能十几个人大家一起会，老板说我们要做这个事儿，好做，但是具体往下推，你要问他要传播资源，你要问他要这个供应链，你要问他要产品，你能要得到吗？不一定的。因为大家太在企业里面太会打哈哈了，所以你的这个项目在设计包括在执行过程当中，你怎么样能够让大家能够真的觉得啊，参与这个事情对我们部门也是有好处的，那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事儿做好，那对我们的企业也是有好处的，这里面的学问就大了去了。现在几点啊？我超时了，好，也很快了，很快了。那个，然后最后再讲一个特点呢，就是消费升级，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其实也是我们互联网产品是商业领域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就比较相当于说以前我们大家都是在光南大卖场买东西，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去那个无印良品。我们会去那个便利店里面买，会去买品质更好的东西，
或者是去买我觉得它这个产品除了对我好以外它对这个环境也更好，就是它的社会效益它的外部性更好的这样的产品，哪怕它费用高一点，那我愿意为这个，我愿意为它的这个外部性来支付它的一个高出的溢价。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把它叫这个消费升级。所以我们的公益项目其实现在也呈现出来了这种消费升级的趋势。因为刚刚也提到说了，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会把公益把它做成这个产品化，那产品体验就会有不同的受众，有一些高消费的受众。高净值受众，然后有一些普通受众，有一些是高参与度的受众。那这样的针对这样不同的受众呢，其实现在我现在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啊，叫这个守望地球的公益科考。这个呢是它是一家有那个国际资质的，守望地球它是一家有国际资质的一个公益机构，他们的使命是让更多的公众能够参与到这种公益科考当中来，所以他们每年会在全球选拔这个优秀的青少年志愿者，然后跟随着他们各个地方的就科学家，然后到实地去来做这种公益科考，帮着记录数据啊，或者夜间观测那个鸟的行动啊。大家看到的这个图是肯尼亚的最后一头灰犀牛叫苏丹，而且这头犀牛呢在2018年的时候过世了，它已经有40多岁了，现在它的这个种群还剩下一头跟它差不多年纪的雌灰犀牛，那就意味着这个种群很快很快就完全就灭绝了，因为这一雄一雌并没有能够产生宝宝。虽然科学家们花了很多的努力，一个是他们年纪太大了，再一个是现在那个生存环境没有那么好，所以他们这个受孕非常非常的困难。那这个种群真的很快很快就灭绝了。那参与到这个科考的这个志愿者里有一批，他们也是非常的幸运，成了最后一批能够见到苏丹，能够观测他生命最后一周活动的这样的人群。因为到最后他已经很痛苦很痛苦了，皮肤皲烂，然后他的脏器也是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来代谢，所以是在他们科学家们是给他做了这个安乐死。然后呢，那针对这样子的项目呢，其实是你说它是公益项目可以，你说它是一个深度体验的旅游产品也可以。所以现在大家会发现会有很多这种结合的跨界的这种叫消费升级的这种公益产品。所以这个产品他们有这种青少年的，也有针对亲子的，还有一些是成人的，因为他们去到的地方都是一些就常人没有办法抵达的地方。然后比如是像是那个亚马孙的热带雨林，他们会去做这个水质的监测，然后刚刚看到了那个肯尼亚的黑犀牛就是东非大裂谷，还会去北极阿拉斯加去做生态和气候变化的监测，然后也包括去芬迪湾等等。然后他们在大陆也有一些项目，比如说这个大熊猫的野化放归，丝绸之路就是在新疆那边的普什野马、双峰野骆驼的海外生活情况的观测，野外生活情况的观测。这个大熊猫项目我在今年的一月份，对，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我去参与过去做他们的那个领队，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大熊猫，哎，我团团圆圆还在啊，还在这边啊，对，还在台湾吗？然后还生了宝宝，对不对？熊猫是很难很难繁育的，因为熊猫它这么大，它一天要吃50公斤的竹子，而且它不是什么样的竹子它都吃，它只吃特定的一两种那个竹子的种类，而且它不是说竹叶什么什么它都吃，它只吃那个最粗的那个杆儿，有点像我们吃甘蔗一样，它会把外面的那一层那个皮儿给咬掉，然后只吃中间那个白白的那个杆，就咬得嘎嘣嘎嘣嘎嘣的。它一天要吃50公斤，然后排40公斤的便便，就其他的就是你很难想象它的那个营养养分是怎么支撑把它吃成那个样子，而且它繁育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就大熊猫，它基本上是大部分情况下是一胎制，一年那个孕育一次。
如果恰巧有一个熊猫妈妈生了两只宝宝，她不会两只都养，她只会捡取当中身体比较强壮的，她觉得这个生长适应性更好的这个宝宝来养，另外一只就会变成弃婴，她就不养了。所以在那个大熊猫的野化放归的培训基地，他们有很多呢，就是在野外，因为监测嘛，就差不多数量没有那么多，它每一只大熊猫的这个活动基本上都能在大家的这个监测范围之内，所以一旦发现有熊猫被丢弃，那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个熊猫再弄回来养。但是你知道，你把它拿回来养，然后喂了一些牛奶之后，它会沾上人身上的这个气味，你一旦再把它再放归到那个自然的环境里，它妈妈肯定是不要它，这个不用怀疑。然后其他的熊猫也很难跟它有这个种间的交流，那它以后它也要谈恋爱，它也还要再承担着这个繁育的责任，就这就很难。所以他们这个野化放归呢，就是除了帮它长大，然后我们在那个基地里面就有那个差不多3个月到6个月大的熊猫宝宝，给它喂牛奶，真的很萌。然后还会有一个部分呢，他们会有大概1/6半自然环境，1/3半自然环境，1/2半自然环境，1/3半自然环境等等，他们有一整套的这个一个繁育区的梯度，能让这个宝宝从小到大，然后慢慢的能够接受野生环境，然后也给他的这个投喂食物呢，让他更越来越接近于他在野外捕食的野外这个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它是一个野化放归和培训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参与的孩子呢，基本上都是什么样子呢？都是差不多，比如准备出去念美中、美高，然后准备到海外读书。因为这个项目它不便宜啊，像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项目参与一次大概是20000人民币，敦煌的这个项目可能1万人民币的样子。那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父母会愿意让孩子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去照顾熊猫，就花20000块钱让他去照顾熊猫啊？所以通常呢，他已经是这个中产阶级，而且对他未来这个人生规划有一个大致的这个规划，然后可能希望他去国外就学。所以这些孩子呢，他们也发现说，对他们来讲有两个很明确的变化，因为中国的家长都功利性很强的，这个项目能让他们拿到一张国际的这种公益参与的资质，这个资质对于他们申请学校来讲非常的有利，有很多孩子后来申请到了藤校，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国外的这个录取是会给大家写这个录取邮件的，邮件里面大家会特别那边的老师会特别提到说，我们对您简历里面的参与了这样的项目，我觉得也很替你自豪，然后也很感兴趣等等之类，总之就是这个事情是给他们大大的加了分。而且有很多孩子是真正的参与，比如像你真正看到了一个物种在你面前灭绝，那种冲击感其实是很强烈的。所以有很多孩子原先我就有另外一个，当时我去大熊猫项目的时候，另外的一个带队，另外的一位领队，他的孩子之前就参加过这个肯尼亚的项目，他觉得他孩子变化非常的大，他觉得孩子以前魂不吝的，因为家庭条件很好嘛，什么都有，然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就是说反了，就什么都有，不操心，对他来讲好像不操心无所谓，就好多事情对他来讲都无所谓。但是他真正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真正到了雨林里，真正到了沙漠地带，然后真正的去跟那些野生的生物去相处，没有相处，其实是你看他们怎么生活，你去观测了解他们怎么生活，然后也了解到了我们的一些科学家们是怎么样在努力的让这样的一些生物能够继续的存活在我们的地球上，能够保护我们的地球生物的多样性，这个对他的自然观、宇宙观是有很大的改变。所以那个妈妈就跟我说，她说她觉得这个项目，他们海外项目差不多10万块钱，他觉得10万块钱花得太值了，就是这个10万块钱我自己带着孩子出去也能旅游，但是我没有办法带给孩子这么大的冲击，我没有办法让他真正的有体悟。所以像这种消费升级的这种深度体验的这种能够
真正让人有不同的收获的，而且这个收获是潜移默化的这种项目，现在在大陆也是有很大的市场，然后同时也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产品的尝试。因为大家知道像这个项目它不光是个人，就不光是家庭孩子可以参与，有很多的企业也会在跟他们寻求的合作，因为他们是公益科考嘛，他们是野外科考，所以很多这种户外品牌就会主动来找到跟他们一起合作，然后他们会做一系列的这种活动，比方说我让我的消费者或者拉上明星就一起来做一个就类似真人秀的这种感觉，然后也包括他们今年冬天的时候那就去年冬天的时候是跟潘婷的一款洗发水的品牌合作，因为那款洗发水的品牌呢就是号称就首先它无硅油，它会号称我对自然是零负担的，我对自然环境是零负担，所以你即便把它带到亚马逊森林里面，把它带到北极我也可以承诺是对环境无污染的。第二呢，它是我产品属性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即便是在极地环境里面我也可以保护你的头发不受损，所以那他们就真的把这个产品就带来了，所以他们合作了一个项目是到北极，然后也有明星参与，然后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软性的，让大家从另外一个视角来了解生态，了解自己，也了解一些产品，所以像类似这种的企业合作，这种消费升级的这种深度体验的，也是大陆的慈善公益现在一个很大的趋势，那我觉得未来也是会有很大的市场，我自己也很愿意看到更多或者是参与到更多这样的项目里面去。好，那最后就是我的联络方式，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需要的话可以加我的信息，然后那边是我们星格咨询的一个公众号，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大陆做这个是微信啊，这俩都是微信，大家如果想这个是我的那个 LINE 的号，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大陆那边做慈善公益啊，做企业社会责任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公号，定期会有一些更新。好，那我可能已经超时了，本来应该是安排的还有跟大家那个互动交流的时间的，那还有时间跟大家再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大家如果对刚刚的内容里面或者对你们感兴趣想了解的都可以举手。不用话筒就说吧。哪里是微信？这是我的微信，那个是我们的公众号。对，是微信吗？不是 LINE 吗？微信。WeChat 啊，对对，那可以。这样。对，就是 WeChat。可能是光线的，没关系，我回头可以。再请助教帮忙看怎么把这个发给你们。好，有要提问吗？这边想问一下，你说我做了。除了人，公益人的部分，就是受灾的或者是弱势族群，那翻看到还有那个生态的，对不对？生态也有，那有环境环保，我想要知道一下。是说想要了解有什么样的项目吗？那个，例如说水处理啊，或者是一些那种环境污染的问题，那个在大陆方面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公益合作？从大的环境政策上面来讲，环境生态环保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块儿。你如果了解的话，就我们现在原先有那个。土地资源部还有一些什么什么环境部，现在他们已经合并成了叫生态自然部，所以它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委。然后那原先有可能说一片这个沼泽，这个沼泽里在这片沼泽里面，你要管理这片沼泽的生态，它可能有很多，就这片沼泽附近可能有青蛙，这个青蛙呢它不是在水里面，它可能会跳出来，它如果跳出来的话就归那个土地或者是归那个森林部什么什么来管，如果它回到水里那就要归那个水质管理的那个部门来管，就是多头
没有头绪，但现在呢，他已经归投到了一个很大的部门，由他来统一协调来管。而且呢，我们现在花很大的力气，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北京雾霾很严重了，我们大概到这个季节就必须要像你们这样戴口罩，但不然的话就真的会咳。而且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开始供暖啊什么的，那个真的非常严重。空气、水、土壤，这几个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在做很多的。然后我们现在呢，新三板上市企业有很多都是做这一块儿。那你们有商业模式吗？有跟，就是你们企业有跟企业合作，有什么相关的商业合作？啊，你刚刚说的那其实、就是、水土壤、空气、水、土壤那些。这个其实是分就是三个部分，我刚刚说了那个政策，其实大家已经很关注了，一旦政策关注，那就意味着政府会花资金在这个地方来做采购，然后呢也会意味着说你如果是一个做这个方向的企业的话，我可能会给你开放一些绿灯，比方说你的一些项目审批，然后给你一些补助等等等等。那对于企业来讲呢，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在做这一块，水、土壤、那个微废处理，然后那这些企业呢，他们因为最核心的是有技术嘛。那你们有做媒合吗？就是跟企业和那个公益吗？对，我还没有讲完。对，第三个部分就是公益这一块。公益这块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机构也都是在做，比较著名的像那个阿拉善基金会，它是由我们很多那个地产商这些企业家们发起的，然后主要是做治沙，然后是在那个阿拉善克什克腾旗草原那边就做治沙防沙固沙，然后然后有很多也有一些机构是在做水保护，但是基本上这个是跟它是跟就是地缘性很强的，就很难说有一个全国性的大的它是做那个水保护的。而且这一块尤其跟自然环境相关的，我个人认为目前占主流的都占主流的还是一些国际公益机构，比如 WWF 就世界自然基金会，他们在中国的这个项目点，他们做水就做得很好，然后他们的 know how， 他们跟合作方都有很多的那个合作。您想问的是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合作吗？因为我这边有水的，因为我这边是属于水的，当然是我会比较关心大陆的饮用水，因为我们工业处理也我这边也有股价。对，那大陆那边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这样的合作？就是因为它是公益啦，因为它是跟比如说公益绑那个企业的合作，那就是你们这边是你们现在有在做什么样的尝试吗？在台湾地区，现在台湾这很多了，因为我们这个可以是这样讲。好，那你们现在在大陆是有设厂或者是有市场吗？因为我经常出差去的是苏州工业园区，那边苏州工业园区他们宣传部是我服务了两年多的一个服务单位。那苏州工业园区。那个辖区内就有很多那个台湾企业，也有很多现在在做环保类的，然后做水处理的都有。水处理他们也有很多，有一些比如主要是做膜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做那个其他的那个技术。他们现在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在大陆地区呢，因为你说你一个做环境保护的企业，或者说致力于让大家拥有更好的水或者更好的环境、更好的空气这样的一个企业，你本身企业的这个外部性就已经很好了。你如果能让自己活下来，能让自己越来越大，然后能让自己更长久的下去，其实对于公众来讲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外部性了。其实你说你还要额外的再多做很多的公益的什么什么事情，我觉得先让自己活下来，然后长到很大，这个是第一个。因为实际上能看到的这些公益项目也都是成长到很大的这个体量，他们通常会来做，就是我不是在说你长到很大你才能做公益项目，而是说这个你说
企业是不是应该必须要做企业社会责任，我只能说企业社会责任不能帮这个企业生存下来，因为像尤其像这两年其实经济环境没有那么好，大陆很多企业都是哀嚎哀嚎遍野的，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还强行要求说啊，你们要做公益啊，你们做企业社会责任啊，这个有点为难了，因为这些企业他们毕竟养活了这么多的员工，每一个员工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所以这个企业本身能让自己在输出很好的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面能让自己长得很大，能让自己生存得更久，它本身就有很大很大的外部性。啊，你具体的那个产品或者什么的可以私下来再聊一聊。好好，您说。那我请问一下，就是关于全球守望这个部分，你们的项目是针对只有亚洲的项目还是全球的项目？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关于就是亲子，就是小孩参与的这部分年龄层，你们是分区在哪一个年龄层？这个青少年的项目，他们是要求在12岁以上，因为亲子项目不会让父母参加的，就全都是就我去大熊猫那一项，他们最小的孩子是破格是10岁，一个10岁的，一个11岁，一个是5年级，一个是6年级，这两个孩子啊是准备要出去念美中的，然后基本上年龄的限制就是12岁以上，然后最小的也是要10岁，然后您说的亚洲是说它项目实施地还是说可以参与的人的分布？参与的人可以参与的人是都有他们在，对，他们是在全世界招募的，当然会是分片区招募，比如他项目会今年在这个时间段，可能比如今年的8月7号到8月17号是他们进到热带雨林的这个项目时间，因为这个时间他们是要跟当地的科学家还有当地的土地管理局、森林局或者是环境局等等是要去跟他们协调的，像肯尼亚的那个项目最后他们能拿到的像这个证书，这个有点看不出来，最后能拿到的那个证书是会有肯尼亚的环境管理局的那个局长签字的，所以他们这个项目在本地实施的时候其实是跟国外的那个本地的政府是有合作的，所以他们要去协调政府的时间，然后保证在那之前让人进去，然后这段时间内孩子还有科学家参与这个公益科考的活动，然后之后回来给他们进，所以是面向全球的青少年。对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说你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你们也需要给肯尼亚去浏览这个项目经过这个应该是，因为据我了解啊，他们肯尼亚的这个项目已经做了接近30年了，所以他们是相当于跟本地的政府还有那个科考就是真正驻扎在本地的那个科考机构，对，是有长期合作的，而且应该是有签设一些独家授权的，如果是签，因为他们很多是一些保护地，比如像那个水流域的保护地，包括像那个大熊猫的那个文化放归培训，普通的游客是进不去的，普通的游客那像我们基本上就是你在动物园看看熊猫是不能到那个保育基地里面去看到以及你参与到这个熊猫养育这个过程当中去的，所以他们是有拿到这个独家授权的。那不好意思，所以是青少年，那他们的招募条件是有什么审核制度吗？会针对不同的项目会有，那比如国际项目肯定首先语言是有要求的，然后其他的就是根据项目特点啦，比方说如果是亚马逊森林呢，那他可能会要求你要会游泳或者是怎样怎样，因为你们是水质监测嘛，那如果是肯尼亚的项目他可能对你这个游泳的这样的能力素质就不会有太多的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专业知识，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东西是这个学生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对，完全没有经验，是要审核，就是他们在填申报的时候是会有这个要求的。OK， 谢谢。没关系。那待会儿如果同学们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再私下来请教陈思老师。那
陈老师就是后续还要再帮我们再陆续上两堂课，那之后有时间的话再见到。那我们今天先谢谢陈老师帮我们来做一个精彩演讲。谢谢大家。